大家好，我们是广州东荣所代理品有限公司，我是公司的业务负责人 Belle。 我们公司主要是设计生产时尚礼包的，产品主要销往欧美、俄罗斯、东南亚市场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工厂参观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看到新开发出来的样品，一个从最初脑海里的灵感到摆在面前实实在在的样，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，看了心里很有成就感。给你打折。哎，这样子哈，如果这样包，如果我们后面这样子，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如果觉得一些包好的话，到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批出来，到时候团队努力好不好，一人一个好不好。对，这些包你自己拿着回去的话也特别有感觉的，是自己去设计，自己去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很有成就感，好吗？那这样子，这个包，那这一组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新出来的这组效果是整体很好，我们再去开发一组出来，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可以做成一个再大一点的一个托托包，然后再做一个小一点的组成一组，三个组成一组，好吗？